我跟你讲哈，这个 CD 起码三百块，啊，你若是介意吼，刷起来。是这样吗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以豪怎么直接当起直播主，卖起 EP 了啦？三日，刘以豪来到唐启阳老师的直播，跟着音乐现唱一小段新歌《You》，让唐老师惊呼：“真的太好听！”只要有了你笑容，这样吧，就让幸福的以后。其实你唱得很好听哎、很专业，你到底是在估摸什么？没有，是因为最近真的很认真的在上课。可是我听到的是你的天赋，我并不是听到练习了以后很会唱，你懂那种感觉吗？我有天赋。你等一下，我很激动了一下。各位同学，你们觉得以豪有天赋吗？有的话请刷爱心，我们让以豪看一看他有没有天赋。我是说真的，你们觉得他刚刚的歌声是老师训练出来的吗？一点都没有好吗？那么的软软，对不对？不是训练出来的。高山青，涧水蓝。哦，这样子就不太好了。你不要唱声乐。你看，爱心。谢谢大家。看到了吗？以豪别再谦虚了，这歌声真的是天赋。而直播中不仅聊新EP，他还大方公开自己的理想型。我喜欢可以一起旅行的朋友。哦，对，哎，这很挑战哎，一起旅行不容易，很多人是旅行之后就回来，哎，不想在一起。那我觉得旅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你可以真的认识这个人。然后你喜欢去山上或者海边啊，因为如果你真的很喜欢，你很热爱，你也不希望对方是当然这个互相一下，但你不想要你在 enjoy 或想要分享的时候他可能喜欢不是真的，需要一个共同的爱好啊。所以一他要能够很愿意陪你到处旅行，他不能哦你想走的时候他想你去吧，我就想要一起玩。 OK， 一起玩。第二，玩的点还要写一样的，就喜欢户外吧。然后感动的点就是可以分享的。对，还有呢，比如说，外形上有没有什么，哪一种气质？邻家女孩型，还是御姐型，还是小妹妹型？这样好像都可以。你没有特别的型？没有。我知道了，你要的是心电感应。心电感应是这样？是不是啊？心电感应，还是需要你照顾的。会想要可以独立的，又想要可以依赖你的，有点矛盾，因为有时候工作真的你一个人，就是你花很多时间都不在家里，或什么的，你可能见不到面，所以你会希望他独立，对啊。但是他独立到看到你就是啊，你回来了，又不行，干嘛有事吗？又有种，哎。所以要外在坚强，内心脆弱型。去哪找啊？不要刁难别人好了，我先好好工作。虽然这样的理想型有点困难，但还是希望未来以豪可以找到心灵相通的另一半啦。完全乐周梦杰报道。